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最近天气开始转热啦，又是时候吃翻啲凉浸浸嘅美食。今日就等我教大家整呢一个经典嘅夏日甜品——杏仁豆腐，即刻睇咩材料啦！我即刻试下味道如何先。杏仁和牛奶的味道很浓郁，而且食落口感又真的几似豆腐，再加埋杂果上去就更加有夏日气氛啦。咁简单就整到，大家都快啲试下啦！呦呼！